圣剑仙，张一生和三世父祖父。在午时的吗？只要他们不做出破坏的举动，暂时不必理他们。今天太阴谷不知道会有多大的变化。不过我还要诛杀83雄，替我一家报血海之仇。心行礼，就不要怕他。好娘子，属下在。今天能否成全老夫的霸业，就全靠你了。属下知道。老夫纵横大漠10余年，独霸武林40余年，今天不能让李师娘破坏。胡娘子，如果你对老夫忠心，老夫永远视你为女。我就该替你去死。胡娘子，这件事儿只有你做，老夫才放心。这是化骨毒粉，待会儿寒冰穴不开也就算了，如果一开，你要全力飞进，有80的火气相助，你要舍身跟化骨毒粉一块儿进去。怎么，你不太愿意？属下不敢。属下追随老门主这么多年，老门主为什么一定要属下去送死？老门主，你就不能成全胡娘子不死之恩吗？
不再没有相信的人了。你都不愿意替我去死。真是让我太伤心了。老门主，您。婆娘子。你体内的鸡毒已深，也许进入寒冰穴可以保全住你的性命。是。哼，老门主也太狠太毒了，怪不得你会众叛亲离。今天八十三兄，我要你们死在自己的火气之下。到时候放把火，我们就走。只要他们一起争斗，咱们先来个隔岸观虎斗。对，对，对。韩青龙，弟子在。岩霞宫跟水府的事，交给你办。老门主，弟子恐怕挟持不了南海神龙。什么？你身上有星安给你的解药，还有水兰兰作为人质，你怕什么？是。有这两种条件，我想就是五毒门败了，我海秋风也许能死中求活。不过一定另有诡计，我们要小心点。嗯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卑女拜见小姐。翠香，破门之日，卑女幸好逃出，所以保护着门旗来见小姐。天助我子母双缩门下，还能重整门户，再立江湖。Thank you.
建门李师娘，今日有幸能与天下豪杰各派尊长一会，而各位前辈肯赴约太阴谷，圣剑门感激不尽。李师娘，我们今天来在太阴谷，就是要明白40年前华山论剑之谜。一切要等到寒冰雪中，你所谓仍然活在世上的老前辈们出来以后再说吧。李师娘，你还记得当初是怎么告诉我们的？要是今天各位老前辈没有出来，你该怎么办？师娘不会忘记，50过后，如果各位前辈没有离开寒冰穴，师娘自刎在各位面前。你还记得就好。各位，请容翠莲公冷如烟说几句话。不必了。阿弥陀佛，老道长，难道魔念未除，越陷越深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？之后听他说。翠莲宫18位长老，当年义救天下武林浩劫，施药四方，各位大概都还记得。翠莲宫一向以和为贵，但是今天如燕要告诉大家，10几年来边塞安静，胡人牧马不敢侵入中原一步，各位可知道这是谁的辛劳所致？兵部黄青天，黄大人。不错，黄大人远在京师，各位可知道黄大人何以用兵如神，耳目是谁？就是圣剑门的李师娘。你胡说！秦鹤，你的事情等武当全真七子和白鹤道长出来再说。哼！各位，王大人就要赶到，为师娘颁赐圣上恩赏。真的？李师娘揭破卢兴安和胡人郎主勾结阴谋，这件事大概各位已经有的人已经知道，朝廷追捕文书传系天下，难道如人会骗各位吗？胡说！郎如烟，老夫才是西凉的郎主，先有金印作证，兴安不配跟老夫勾结。不管，等我大师姐出来以后，你就该受手了。呸！等我除了你们，老夫回返西凉调动兵马。有人来了。哦，这位，老夫迟来一步。妹夫，你妹妹，天下至亲，何苦斤斤较量？是是。师父，秋风。师父，师娘的内毒未除，难道不想师娘活命了吗？
师父离开这儿，师母马上可以得救。徒弟这儿有紧要，南京，妾身情愿一死，也不能让武都门的阴谋得逞。还有兰兰也在我的手中，如果你们肯听命，我会告诉你她藏在什么地方。秋风，呸！ 妾身可以死，绝不服灭途的药，我更不答应你离开太阴宫。是，哎，秋风，来，丫头，快去。 老夫待你如子，看你师娘可以为武林正义而死，你却贪生怕死，出卖师门。各位，这是燕霞宫清理门户的事，千万不要误了大事。都回去。 死了一个海秋风也罢了，也许能使公孙勇去了一层障碍，对老夫更为忠心。海秋风，我本不欲杀死，因为你是老夫唯一的徒弟，但是，师父，徒儿错了。 兰兰关在白石屯子武都总堂的石牢里。好，这里是一了，我马上就得回来。徒儿错了，错在不该想得到魔剑，想纵横天下。秋风，秋风，老夫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弟子了。清河，玉姑，等到了午时，令师娘办完事，我们再说好不好？ 午时已经到了，娘子，就靠你了。八十三宿，三，记住，用火。是。 小心胡娘子，午时已过，你谁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诸位武林同道，小心李师娘有诏。请各位稍后片刻。二师兄，我爹他们会不会出了什么事？李师娘，你说话要算话。 你现在该自刎了吧？李师娘，难道说你还有什么诡计吗？各位，各位。
臣遭了暗算。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稍安勿躁，再等。再等等什么？等圣剑门把我们一个个消灭。来来来，请安静一下。李师娘不悔前愿，现在就自刎在各位面前。但是要求各位，在李师娘自刎以后，再等两个时辰。如果师娘所料不差，寒冰穴中一定有了困难，但是各位老前辈一定会出来的。应该怪我沙一姑，是我叫白深追用火龙珠毁过寒冰穴。你们串通好了的，少来一场一合。你，堂妹，前辈，我们进去瞧瞧。我昨天进去看的时候还遇见了李天王了呢。您，哎呀，我就他们的使者呀，外边什么事都是我告诉他们的。也许是因为九宫移位，他们计中啊费了时间了。哦，走。李师娘，你要是再不自裁的话，本门可要动手了。平安，他们预备借援兵之力杀了邓将军，他们怕邓将军将来对他们不利。珊珊，在，我们已经为我们的沙家义军千百灵魂报了大仇了。冲！剑门未曾欺骗天下英雄。对对对，你们起来。是是。老朽和各位道友，因为功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出来迟了点儿，望各位同道原谅。
原谅。武当门下听着，在。全真七老奉祖训，将本门叛徒清赫逐出门墙，人人得而诛杀。是。老门主，老门主，不要怕，杀！杀他！我不能把魔剑给他，他如果以天诀剑法疯狂斩杀，李师娘等人就要受到很大的伤害。我必须毁了魔剑，才对得起我的父母。清河，你还不知悔过？烦劳哪位侠士替本门除奸？少林弟子，是是是。多谢贵派，阿弥陀佛。清河，我是武当的掌门呢。什么想法？你们为什么还来找我？吴光，你一生罪恶滔天，万死不足以谢罪。你想想看，从你爷野心谋夺西凉王位开始，用奸细，用毒药，用迷魂大法，用别的子弟心智不坚之人做你的后应，你害了有多少人？中原多少人家破人亡？皇位是我的，我有西凉的基因。卢广，你在西凉失败，遁迹中原，混入大内，老朽对你不薄。想不到你竟然偷走大内魔剑，又使江湖充满血气。我是魔剑之王，我是武林之霸，我是西凉之主，我要杀尽你们所有的人。40年前，老夫中了你的诡计。天蓬一个人中了老夫的妙计，天下所有的武林都难逃老夫的妙算。老夫先传出消息，逼得你李天蓬不得不用圣剑想除掉老夫。其实老夫早已在华山
安排了逃走的方法。我在各门派潜伏了奸细李天鹏，你们圣剑门完了，完了！你完了，现在你什么都没有。我听听你，你只剩下了你一个人，你被你自己的野心所毁灭，你逃不出正义公平，天下英雄已经明白你的罪行。没有，没有，他们都归顺了老夫。醒来，胡娘子、韩秀芳，你们快出来，出来！少林，上官豹，阎侠姑，沙家堡，都在老夫掌握之内。下一步今天要替沙家堡报仇。孔孙勇，快把魔剑拿给老夫。魔剑不能再留在人间，我要使魔剑永远消失在人世间，也算尽一点心意，为公孙家留一个义名。孔孙勇，把魔剑拿给我，我要用千绝剑法杀了他们。我不给。看起来，公孙勇良知发现，吴广是必死无疑了。公孙勇，拿给老夫。吴广，你也是当年杀害我父亲的帮凶，那是兴安，你们都一样。我公孙勇一生都害在你们的身上。前辈，我公孙勇罪恶一生，今天要与魔剑同归于尽，以谢天下。堂妃表弟，希望你多照顾我的母亲。如果我让你永远得不到魔剑，魔剑拿给我。啊！孙勇总算是找到了良知，也不愧为公孙豪之子。善恶只在一念之间，公孙勇人剑同亡，圣剑也就不必再克制魔剑。这两把剑当初玄机道长同时铸造，就如同兄弟一样，而善恶之分竟有这么大的分别。菲儿，师父，菲儿，你表哥已经以身殉剑，使魔剑
永远不能危害人间。你已经是善魔大爷，你又何必伤心呢？是。姑姑，燕虎，你们的事儿魏老元已经告诉过我了，你以后再慢慢的再谈吧。啊。多谢圣剑门，不然武当一派沦入魔道，岂不让施主蒙羞吗？不敢当，老圈中太严重，师娘是应该的。师父，师娘，半文是你们不辞辛劳，为父的很高兴。这么多年来，圣剑门能够不辱圣剑，你们两个人做得很不错。爹，女儿不孝，今天才使卢广扶助，才使江湖上相信了圣剑门的冤枉，求爹宽恕女儿。你们已经做得很好，就是为父的也不过如此。你又能帮助是黄大人消除了数次战争，为父的心里很安慰。林兄，哦，魏老元，你功不可没，这是我老猴子应该做的。为父要传剑了，师娘。圣剑门，你大师兄玄天神剑已死，你二师兄玄天神笔。师父，徒儿不敢受戒，师娘为师门尽忠尽孝，要胜过徒儿。师娘，有你在船。王建斌，老猴子，我叫你搭那个台子，你搭好了没有？早就好了。哦，林兄，好，那就请你到台上会一会天下的英雄。好啊。Thank you.
当年先皇御赐圣鉴，李氏门中不敢以神兵利器伤人，家父高栋宗祠之内循循地告知圣鉴门弟子要为国家尽忠，要为师门尽孝，你是数代不敢疏忽，圣鉴从未伤人，故而才通灵如神。杀人者见到此剑，魔念顿消，杀心尽去。今日天蓬从寒冰穴得以全身出来，使我圣剑门忠于祖训，才除清了各位对本门的误会。中岳金刀费无极，代表天下武林，为当年误听卢广之片，对圣剑门的误会，请贵门原谅。费兄言重，上官宝也曾经受骗于武都门，罪该已死。上官兄，今日能治昨日之罪，改过为善，实在是善莫大焉，不必客气。是。翠灵宫一向以和为先，以行善为本宫祖训，但自从师门凋零，又受了卢广之骗以后，遂置身于江湖之外，幸赖圣剑门李十娘忠心为国，尽心为师，从最凶险中为朝廷除奸，从最艰困中为武林正义消除了兵灾之祸，使边塞九镇生灵安度生计，使正义得以伸张，圣剑门忠义传家，李十娘真是当之无愧。十娘为国尽忠，为父尽孝，为师门洗刷冤情，是职责所在，应该的。倒是各位义助圣剑门，师娘非常感激。师娘豪气如云，圣剑得以实现，江湖正义是圣剑门所赐。多谢各位义助圣剑门。师娘，千辛万苦，今天总算有成，不要再客气。王
王大人。王大人，弟兄，你受苦了。黄大人身负重任，怎么敢劳动呢？黄青天乃是奉圣旨，特来携宋田剑反晋，称系西宁侯副职。秦将军，末将在。你也该回兵部去。末将遵命。蒙圣上洪恩，天剑兄妹感恩不尽。老夫已将心安和卢广当年之事奏明圣上，尤其是十年在边塞为兵部耳目，以草民之声为国家尽忠，圣上特恩改圣剑门为忠义门。多谢黄大人，请黄大人奏明圣上，说我忠义门永远为国家尽忠尽义。恭喜贵门，圣剑得以永存人世，忠义得以永彰人间，十娘为国为师，为江湖道义，真称得上忠义二字。师弟，师姐，你是大师兄所救，本门唯一弟子，又是本门太极剑法的传人，领剑。这。听话。是。要不辜负圣剑之名，不辜负忠义之名，不辜负你师姐传给你圣剑。是。传家，世世代代为国家尽忠，为民族尽孝，为师门尽义。李师娘历尽艰险，终于挽救武林浩劫，使正义得以伸张，圣剑光芒，炳耀千秋。